想象力非常丰富，非常丰富的一个导演，他有很多能跳出框框的一些很多想法。基本上每个人吧，都是经过若干版的修改的，再一阶一阶的细化到这个每个人需要满足要求的，达到水准的。两个半小时，小叶我姓蓝，蓝造型就花了8个小时将近，因为当时导演也是一轮一轮换，觉得要不光头原来那种自己的那种形象，又好像觉得有点土，然后又把头发全扎起来，又觉得有点没有人物特点，没个性，然后又剪短了，又觉得太顺了，然后又开始又卷又烫又染，最后才定了这个造型。那是一个。刚出场是一个懵懂的小孩，他到最后结尾他是一个为国用心用力的这么一个大侠，我们的剧其实要体现他这个成长的过程，然后就是成年了。就在这个之前，其实好多在古礼上来说是披头散发，例如说他那个17岁刚出场的时候吧，就我们就给他弄了一个就是类似卡通那种小短发，就小少年成为一个我们所认为的，就经历一些事情以后呢，短发说你要化完妆做完造型之后，他觉得啊很别扭，那这个戏他自己也不舒服。他做完之后，他觉得感觉我就是那个人物了，那就到时候我们就基本上，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让演员啊有一个自信，让演员有一个能够帮助他融入到这个角色里面去。跟这个西门燕异域风情的这个女孩融在一起，这个元素在里头了，绝不可能说你靠你一个演员啊，你有再大的能耐，你是通过演技你能把白头发演出来，
不可能，你不可能把白护士通过各个部门的造型，这个造型还不仅仅说啊，就是一个白头发，它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具象。你要时装，哎，我没想到自己会是这么一个样子吧，自己应该表演成什么样子，但是化完妆以后，哎，感觉提高了一些，更像御姐。就是东北这一块来说呢，因为它比较原始粗犷，我们也去了东北那个零下那个原始那个状况，黢黑的符合当地这种环境。女真的一些特色的东西，就是包括金钱鼠尾啊，就是考证了，我们也研究了好多，就是怎么去体现它一些清朝初期的一些装束。它那会融合的其实还有蒙古族啊，有一些北方的好多游牧民族，到南方还有武当山下，还综合了这么一个原始的说法，就是新疆啊，什么哈萨克那一块。后来我们又结合了印度啊、尼泊尔啊，不是最完美的，真的不是最完美的，但是呢。尽量让导演或者让做到，或者我们自己从内心俩做到一个更好一点的标准。武当一剑，天下应是有德者皆可居之。臣子即位，荡平武当。